小河山，几个小河山。观众朋友们，哪里有男人啦？只有我一个人啦。欧腾贵、小圆、秘密奖还有小静，你们今天竟敢丢下我！这种下雨天的天气，只有我一个人出班哎。吼，好看的留给你们啊，什么饭店啊，好吃好玩的，拍看的都留给我。别老说不可以撑雨伞。好吧，那我只要淋一下雨了。但是呢，身为嘻哈一姐的我，绝对不会被打败的。今天呢，就是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去体会特别的餐厅哦。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在火车站的门口，待会呢，我们就要去搭火车吃饭喽。上了这辆火车呢，可不是一般的列车哦。上去了，它会带你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爷爷奶奶的时代，能够吃古早味的好料哦。赶快出发吧！火车已经到车站，我今仔日哦，就跟着杰尔一起搭上时光列车，回到60年代，复古又怀旧的时空吧。下火车了，雨越下越大，但是呢，我们已经回到50年代爷爷奶奶的时代喽。可是我在火车上好无聊，今天只有我一个人，都没有人陪我聊天。那边有个小女孩，不然我去跟她聊天好了。嗨，你好，我是杰儿。我们今天在拍嘻哈的外景。她会不会不是台湾人啊？看起来有点像日本人啊，帮我试试看好了。Konnichiwa，我的希望。还是听不懂，怎么办呢？可是我好想有一个伴哦。我知道了，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果然她是韩国人呢。现在要考考杰儿韩文的时间了。那个，我想想看，저는제이미다안녕하세요저는초규입니다반갑습니다哇，好棒哦！那我今天应该要约他一起去吃饭嘛，反正他是外国人，我们要热情一点，对不对？같이시작해요배고파요아니요나는먹었어요我跟他说约他进去吃饭，可是他说他已经吃饱了，所以他刚刚才从里面出来。啊，인식은맛있어요他说里面很好吃哎，好吧，那杰儿今天单打独斗，观众朋友们，你们陪我去吃饭，开心没？Hello。哇，杰儿真的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哇，好特别哦。你好，杰儿，你好。你好，哇，请问是店长吗？对。这间店好酷哦！我一进来就是真觉得说回到爷爷奶奶的时代。你看我身后这个是干妈店嘛，对不对？就是小时候去那边买糖果啊、汽水、饼干的地方。对对对。而且你们很用心哦，我发现好像很多的招牌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之前的。对，没有错，我们今天是收集来的嘛。对，是我们老板从以前就当完兵就开始陆续在收集，因为这是他的兴趣。对，而且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就是那个大童宝宝，那个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才有的，那应该是每个人共同的回忆，真的，而且现在应该没有了。对，那已经没有在出产了。哇，好棒哦！所以来到这边用餐，一进门就会让你感觉那种回到过去的感觉。对，没有错。所以今天还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介绍美食，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吃好吃的古早味美食。已经帮您准备好了。真的吗？赶快一起去吃哦！谢谢。位在大东艺术中心旁的怀旧餐厅哦，门口的老火车马上吸引了目光。走进餐厅里，看到的都是古早时代的布置与装潢，想必这里的料理应该也是很复古的哟。跟着杰儿随着时光回到过去，一起来品尝古早味大餐。店长，谢谢你，真的准备了超多好丰盛的料理哦。对啊。而且我刚刚其实，在旁边啊，他们在拍特写的时候，我一直闻到那味道就好香。一直闻到那个很香的味道，就超想吃的。是是，所以在我眼前这一碗饭啊，这是我们这边虽然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听说它很厉害。对，它蛮费功夫的。猪油拌饭呢？哇，你看，现在部分的话，它在猪油，我们有用红葱头，它有一定的比例。有，我有闻到红葱头的味道。对，它有一定的比例，要是太过多的话，反而会抢到它原本的味道，猪油的味道。所以说那比例还要抓得非常准确，而且还有一点甜甜的感觉，不是像外面那种死咸。对对，所以真的是调配的部分很重要。在酱油部分，对，我们大概有配置了4种酱油下去做调制。四种，这么厉害，4种酱油，好香哦！这个真的很下饭哎，我觉得不用搭配任何的菜啊，就可以把这整碗吃掉。真的，吃这碗就可以饱了。
哇，其实今天杰儿来到这边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平常现在很少有机会就是吃到像阿嬷煮的菜，对，就过年一年才回家一次，然后今天看到这道料理，全部就觉得哇，好像回到自己家里面的感觉。是啊，是啊。对，但是也就是有些东西蛮特别，像这个好像在外面没有看过，梅汁脆皮鸡。我们这的话就是用去骨鸡腿肉下去油炸后，然后再淋上我们特制的梅子的酱汁。哇，好清爽的感觉哦，就有点酸甜酸甜的。酸甜酸甜的感觉。这里面有四五种，也是差不多四五种梅子下去熬，把那味道熬出来，还有用红化梅，最主要就是紫苏梅、红化梅，对，这两个比较主角。那其他就是比较配角部分，是把那味道提出来的。哇，那其实像台湾的古早味美食很多。是非常多。我们老板有没有去排名说，譬如说哪几道是台湾人心目中觉得最重要必吃的？我们老板是把我们里面的我们所设计的菜单都已经把各地的食材都已经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研发成食材。像这的话就是白鸡肉土鸡肉，它是整个把放糖土鸡的鸡场整个包起来，他们的东西就归属于我们。哦，真的？对，就我们就是把它整个包起来，我们才可以用。就是只有你们这间餐厅才能专属使用它们的鸡。然后像这个高丽菜干猪脚的话，它就是比较专注于在这高丽菜干上面，因为它这个食材要经过15天的曝晒。好厉害哦！然后像这个温泉烩鸭，虽然说看起来像一盘菜，可是它也是特别是从宜兰那边，它的梗比较粗刺啊，比较脆。那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就是很容易就咬就烂掉，对，整个对，会比较没有口感。那这个口感非常的好。着重的在于说，虽然是走台湾式的古早味小吃，但每样商品你们还是像现代一样，就是严格把关，而且希望是把最好的品质对要呈现给顾客，然后但是重点是一定要保留那个古早味。当然当然，对。好，所以现在杰儿要来吃看这个鸡肉。像这个鸡肉的话，就是要经过反复的煮，然后再冰镇，一直反复四五次，它的肉才会 Q。对，它的皮最重要是它的皮会变得非常的 Q 嫩，对，有点像。那皮好像那种 Q 冻的感觉，对对对，而且它吃起来那个酒味不会很强。对，它是要最主要是用绍兴酒，嗯，对，绍兴酒下去浸泡。我觉得连小朋友也很适合，没有错。它的肉好嫩哦，你一咬下去它就马上入口即化，果然特约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在外面还吃不到，只有在那边才吃得到。真的，冰凉的鸡腿肉沾上蒜头酱油更够味哦。再来后尝尝他们家的秋肉菜高丽菜干猪脚。市面上看到就是卤猪脚，单纯是卤猪脚，他们比较不会用高丽菜干来当主角。对，我们这一次高丽菜干是主角，那其实猪脚是配角，对，它是配角，因为单纯的猪脚是吃不出来它原本就是只有酱油糖的味道而已。那再加了高丽菜干的话，它会把那高丽菜干的味道整个融入在猪脚里面。哦，所以刚刚说到是要先风干吗？对，它要先经过曝晒，这也是从屏东的乡下去找来的。对，这里的食材。哇，好大的差别哦，跟以往吃到的菜干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高丽菜很细，所以它晒干了之后就会觉得一丝一丝那种薄薄的感觉，不会像有些菜，你咬下去之后就变成菜渣，就是卡住了，有没有？那个纤维无法消化。但是因为高丽菜非常的细，哇，所以这吃下去马上就可以入口即化，哎。对啊，对啊。卤得透亮的猪脚哦，保证也让你多扒了两碗饭哦。再来哦，这一道绝妙好料，光是用看的是猜不出它是什么料理哟。哇，这真的是非常特别。这的话，我们是从七山那个甲县那边带过来的，有芋头的香气。对，所以它里面是有加芋头，对不对？有芋头是主角，跟鸭肉。芋头是主角，还有放一些虾米、红葱酥。所以它就不是我们一般平常吃到的那种什么藕桂啊，哦，对对，那个比较不像，加了。鸭肉哎，哇，好酥好脆哦，而且我可以吃到所谓的主角芋头是一整块的，对，没有错，就是它的料是非常扎实的在里面。所以你们是推荐吃这个是要沾那个粉吗？会沾胡椒粉，对，沾胡椒粉啊，还蛮特别的，来试试看。平常我们吃啊，什么菜头粿那些都是沾酱油，其实比较不客人推我们的佐料是比较。着重于说让客人比较喜欢重口味的，他们去享用。那大部分的话，我们是都不建议去客人去沾那些酱料，因为我们都是喜欢保留原本食材的那个味道。
那其实加了佐料以后，就是会把那味道整个强调了。对，还是通常是原始的食物是最好吃的，对不对？但我刚刚沾了一下那个胡椒粉，好棒哦，因为它外面炸得很酥脆。对啊，对啊。这样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像是咸酥鸡的外皮的那种感觉，没错，就是非常非常的独到味，好好吃哦。对，就像咸酥鸡一样，嗯，然后加上里面很绵密的芋头，真的好棒。还有最后一道呢，杰儿刚刚一直闻，一直闻，一直很想喝，但是他刚刚还没滚，他现在应该可以喝了吧？可以喝了，可以了。这个鸡汤我刚刚有闻，它是对叫梅岭梅子鸡汤，也是老板从台南的梅岭那边去一间一间访，去跟人家买来的，对，然后试了好几十间，终于找到这一间最符合南部的胃口。这个汤呢，刚刚我在旁边真的就是闻到它，就觉得天哪，怎么不赶快开始拍？然后这里面的话有加上，我们的姜片及黑麻油，把那个梅子的味道整个带出来，酸甜，然后加上那个鸡汤的油，好好喝哦。对对对，好好喝哦，而且我一喝下去，其实整个身体就有很暖和的感觉。是啊，对，所以冬天夏天都还蛮适合喝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喝下去之后觉得，身体好暖和哦。开胃又解腻的梅子鸡汤哦，好喝到尽头都不起啊啦！来这边哦，除了品尝美食，别忘了欣赏一下老板辛苦收集的旧时代文物哦，让你仿佛真的回到阿嬷的时代呢。阿嬷，阿嬷，你今嘛伫倒位？我是想要。